我觉得你们俩根本不需要我们教，你们一点都不过得不比我们差，我们还未必有你们幸福呢。怎么就不浪漫了？八天在酒店，从初一过到初八，一下飞机他就跟你 hello， 多浪漫！你要想想有多少女人就在跟自己的丈夫同床共枕，却猜着他可能跟别的女人有一腿，你有这样的担忧吗？你虽然那八天你很难受，你一满肚子的气，你就想着我下了飞机。老婆，我就希望你以后啊，遇到事情的话，给我讲的时候慢一点，哎，给我一个缓冲的时间，给我思考的时间。然后呢，以后呢，我就尽量抽出多一点时间陪你和小孩子。老公，我今天听了老师说，我觉得我回去要想想我是不是很作，但是我真的会从作的这个方面检讨我自己，因为一个事情发生肯定不是两个人的事儿，我肯定是有原因的。那我希望老公你也给我时间让我改变，我们都一起改变吧。不过你如果不改，我还是不会转身的。我努力改变吧。好好好好好，来，请亮灯吧。啊，行了，回吧，谢谢老妹。老婆，你要回来啊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
她绝对是在家里闲着没事儿干，把老公带来溜溜的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，姐姐带着弟弟走，慢点来，见证浪漫，各位请见证。老婆，我第一次给你戴婚戒。戴错了，不是这个。他咋不跪呢？你累不累啊？好，你起来吧。